不天元，你还不能下床的，让开！有什么不舒服，一定要告诉我们。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休息几天。小静，你的能力现在可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。杨团长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现在就我一个麦能医生，我不会让自己倒下的。孔医生，对不起。没事，学弟不愧是今年的冠军，完全败给你了。 小静是麦能高中的优秀毕业生，为了地下城，放弃了去天下学院学习的机会。现在是我们金乌团的顶梁柱了。金乌团？这个谜底还是留给霍老师揭开吧。杨团长，霍老师，我先去忙了。小子，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。 你的情况，霍老师已经告诉我了。张青山，我见过，是个很好的人。你的朋友段星失踪，估计也是被黑青帮的人带走了。我一定会杀掉罗刹，为院长报仇。唉，是我低估了你的心性了，差点酿成了大祸。罗刹是一个很谨慎的人，外出几乎都是用立体投影。 你出手不仅不会成功，反而会连累学校。我会找到他的真身，干掉他。这就是我们把你带来这里的原因。欢迎来到金乌团，步天云。10年前，罗刹创立了黑金公司，表面上为32号城带来了繁荣，实际上在透支这座城市的未来。 他们私下创立了黑社会团体黑金帮，以恶劣手段打压竞争对手，欺压百姓。
黑金公司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城的各个领域，盘根错节，并且在政府高层也有内应。想要依靠正规手段打击罗刹，已经成为不可能。于是，这些受到黑金帮欺压的人集合了起来，成立了专门对抗黑金帮的组织——金乌团。不要以为只有你这么惨，这里的每个成员都受过黑金帮的伤害。那为什么叫金乌团呢？一方面，金乌象征光明，如诗人所述，金乌海底出飞来，珠辉散射，青霞开。我们希望金乌团可以像太阳一样扫清地下城的黑暗，另一方面是因为金乌团所在的位置。我们在天上？时间到了，赶紧带上。人造太阳？对，金乌团的基地就在天幕之上，整个天空控制中心全部都是我们的人。这里作为瞭望台，可以监视黑金公司的一举一动。神仙看人间，就是如此吧。唉，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，想要院长能够安息，只能靠我自己。霍老师，我想加入金乌团。那就要问过杨团长了。金乌团的团长是杨曙光，杨小天的妈妈。天云，之前比赛时我就很看好你，你告诉我愿意加入金乌团吗？还用问吗？这里是金乌团的特训大厅，但你来这里就意味着正式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了。从今天起，你更要刻苦训练，以应对更大的挑战。好啊，这可比学校的武道场爽多了。我们有事先走了，天云，你自己熟悉一下。不懂就问哦。这是什么呀？还给我。学姐，你老是这样生气，当心长皱纹啊。我妈不让我来这里训练，她说我还不够格，但是不来练我就更没指望了。那我带你练。小天，我一直想问，为什么每个人的脉能颜色都不一样？穆红雨之后，人们一直在研究脉能的奥秘，其中的佼佼者便是他的徒弟，地表最强的天下学院院长熊心。在熊心之前，人们解开基因锁，醒觉脉能，都会经历九死一生。熊心为了提高存活率，开发出科学的麒麟课程，自此开发脉能不再需要付出生命代价，他的课程也成为各地下城脉能高中的标配。熊心在发展麒麟课程时，意外发现不同的人醒觉的脉能特性不同。深入研究之后，他一共发现了七种颜色的脉能，分别是黄、红、
橙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。其中庚级以下的脉能颜色全部为黄色，在到达几级之后，不同的人脉能颜色会发生变化。红色代表力量，拥有强大破坏力；橙色代表控物，可以轻易操控各种物体；青色代表防御，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；绿色代表医疗，可以为自己或他人治病疗伤；蓝色代表敏捷，拥有强大的闪避能力；紫色最为神秘，据说拥有者极为罕见，目前能力未知。是不是很有趣啊？比如霍老师就是橙色系，我妈妈呢就是青色系，不过这都是庚级才会去想的事情了。我要走力量系。这里好冷啊。寒气来自金刚液体，据说是金刚石和橡胶的提取物做出来的，它可以吸收巨量冲击，红色脉能破坏力巨大，只能用这种方式训练，不然整个训练室都要被打穿了。有点意思，我好像也在一个寒冰洞穴里练习武功。很好，那就开始吧。翻云覆雨。天云，你已经很优秀了。你看屏幕上的力量曲线，每一次出击，你的力量都在增强。但还是不够，我连一盆水都打不过，还怎么对付罗刹？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如再试试合一状态。第一式，流水行云。好厉害啊，前辈！这张图上的虚线应该是你的脉能。原来你我之所以能合一，就是因为我们同时爆发脉能，达到脉能共振。与黄极作战时，我与你合一，也能感受到真气并行的力量。可那时候你的状态，你也记得吗？一旦超过五分钟，人类的肉身就无法承受这股脉能共振的力量。前辈，我不怕，只要我继续增强脉能，就可以和你一起产生更大的力量，那时候合一的时间一定会更长。这块石头此刻已经几乎感受不到力量，但从近几日接触来看，所谓脉能的开发过程是否与我被封印在此石中有所关联？前辈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一定会查出真相的。
几天而已，这里的保安增加了一倍，为什么？既然如此，就让我摸摸你们的火力。什么呀？刚才到底是人是鬼啊？慌什么呀？给我搜！找到人之前，谁都不许上报。是。父亲，我一定会找到云天，然后